过啊，就我了，给我下完腿吧。好，可以。对不起，把那个钢头钻回去炒一个下盘菜。天气太干，它也不怎么长了。这个再不洗，它也就老了，老了也不好洗。这个钢头子把它切摸摸。切点土辣椒，切馍馍放到里面。多少还是要放点肉在里面。炒，放油，把那钢头子先炒一下。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不炒熟，炒熟熟。少放一点点油。切出来不油。炒肉馍，肉馍炒酸了，放多了。下外火炭，这个菜接着下菜。来点香葱，过是吧？来呢，好了，姐。哎，这个菜绝对下饭。下饭。哎呀，饭好，哎，我跳吧。忘记搞勺子。嗯。嗯。好久。这外婆菜它里面味道多油啊。嗯。嗯，很好啊。嗯。放腊肉是不是更好吃啊？嗯，放腊肉也好吃。
快快，你这碗粉咋这么大？哦，掌柜多的是饭。我们再喂点回来。嗯。那鱼也吃，先吃吧。嗯。嗯。好。哎呀，一吃就喊了。嗯。反正出来就是。嗯。它比哪这样好吃。嗯，我们把点好。你这边要热到十一以后吧？嗯。那给我吃好了。嗯，好喝了。老公，哎，我搞个肥坨子。肥坨子，好，你回农业，我来吃。好，快快，我来活着，活着。两米的猪大肠，先把它卤入味儿。生姜、花椒、辣椒、香料、料酒、盐、酱油，把肥肠先卤入味儿。我们这里叫的肥鱼，没得鳞。不要把它剁断了。
先把鱼来腌一下，放点盐、料酒，把鱼腌入味，切点生姜、大蒜。回家卤出来，捞出来改刀。切滚刀块。把鱼煮熟了，烧油，生姜、大蒜、辣椒酱，炒香。炒香，下鱼。把鱼煎入味，好，加水，加一点点盐，鱼煮熟了，下回的煮熟了，起锅。哇，冲来的过去吧，来吧，这鱼是买的，嗯，买的，贵不贵？三十几一斤吧。三十几一斤啊？嗯，那这鱼不是看，看六十块钱，两斤多，那不会看的十分小。嗯。我们馆子买的，可能买个一百多块钱一斤。嗯。哎，买吃的吧。
数码它不传了，你不要去。数码红酒都不嘛。你腿上还是流筋膜。你那个腿上直接去做，捂着后腿。嗯。哎，闯青山呀？钓那么多次会上鱼，但是那个鱼可以换不同的。下次可以找个网吧去会场。嗯。那个会场有两米长，我看你比我还高，那么长一个。对啊。那一个蚊子就竹大长了，一好长，这有几米吧？没有，说不好嘞。我们那竹大长都把扯断的，把肩膀都扯断的。不长，那是小长。啊，小长，小长也蛮长。嗯。关注铁锅视频。这个大梯子熏好了没？行嘞。只能把它煮熟。呀！哥，啊，这起哪梯子？你东西好小，我都等你呢。我也是，好想急。干土豆，用热水把它先泡一下，把那猪脚的皮先给烧开。因为它上面还有猪毛，烧了以后更香。洗开，用热水把它泡一下。可以了，把它洗干净。一刮都变黄了。可以了，把它清洗一下，先把肉提下来，当然再剁骨头。哇塞，里面熏好了。
出去。首先把它焯个水，把它鲜味出一下，捞出来再焯，洗一下，烧油，生姜焯一下，把蹄子焯一下，来点花椒、干辣椒，少来一点就行了。土豆花你给炒一下，加水煮，煮熟了，来点蒜苗，开启。锅起吧！来啦！上那个干土豆，然后这个蒜块煮熟了。我尽量煮的。这样会会啊。不寒碜。不寒。啊。有汁，在咱那也不行，太寒，在咱那没那个香味。你看出来几道菜？就出来一道菜，就煮了一下，就煮了一下，不用泡，泡都不用泡。你看人家做的香，别拿外面那卖的那个说，哎呀，你拿回来泡一晚上，我们那不用。好香，老姐，好吃。欢迎你没吃的好吧。那个吃才叫香啊。妈咪，你吃别骨头。妈咪，我上不了。其实前面那个脚爪子啊，你嚼了越嚼越香那个叫。有一坨筋的哈。有皮好吃不？香。那晒干的肉没得熏的肉好吃。我觉得熏的，但是别人那个晒的地方的人，他觉得哎，那个熏的好吃。熏哪香？每个地方口味那是不一样啊，你呢？来，那猪肚就是说炖起来就吃，蒸排骨应该不要。就要炖辣锅都可以。那猪肝干啥不要我啃了？你啃吗？别啃两块，啃两块猪肝干。我好吃皮，我觉得皮好吃。猪肝干弄来是筋。
切成两块冷丝椒呢，出笼打太阳。肉汤也蛮好喝。先把肉下了。田里面那个蒜苗长得极好，咋？我想分的。